啊喽哈！前面喵咪打战争时间来，那今天晚上9点半要是我们随便到随便打环节了。那现在是我们凌晨3点18分，不过今天这篇的声音呢，是因为我去唱歌，然后唱太用力了，然后我的喉咙好像就爆开了啊，但是应该还行，可以继续这个录影片没有关系。那今天的话基本上有看到一个东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在这个猫站的这个资讯的这个部分啊，它是有一个那个。9周年的这个问卷调查，那个问卷调查基本上填完之后的话呢，你是可以获得我们这边的这个猫罐头50罐罐啦，所以千万不要跟这个猫咪罐头50罐罐过意不去哦。那在我们这边第一个这个8月5号这边就有一个 new 的这个9周年玩家问卷调查哦，里面的话是这个8月5号的这个11点到这个8月19号的这个10点59分，这次问卷打理的话基本上是50个这个猫罐头啊、哦，直接写完就会送大家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填一下啊、哦。没有问题。那昨天基本上我们有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神剑闯江湖的这个关卡了哦。那我们先看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打过的哦。目前来说都已经是有打过了，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要继续来打一下，因为这个是6个小时打一次了，好不好？所以这个说真的。确实是要等的这个挺久的、哦，不过他会送你就是猫型电脑跟一些就是那个。一些道具环节了啊，所以这个能打就是给它打起来。然后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这边的神剑闯江湖它的关卡其实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开很多的哦，所以大家就可以就是慢慢的这个来等待一下，是很是 OK 的啊，是没什么问题哦。好，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巨大的这个刀剑斩马刀哦，然后9108又获得我们这边东西了，但是它现在就是。要再等待一个时间了哦。其实说真的，我真的是不是说那么喜欢，就是这个有猫咪休息时间的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就是其实他这样让哲平拍影片会变得很憋，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都可以就是打完啊，然后今天一部影片就这样。但是我现在就变成就是我打完这个我就要开始找事情去做，不然就是不然就对，就短影片就太短了，各位。这边基本上要稳定的这个维持哲平的这个生活啊，铁定还是要把这个。影片都拍满满的哦。好，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这边好像都全部都已经打过了耶。对啊，已经都打过了，所以好，继续来料理这个2星的这个关卡吧。因为这一关卡基本上打完之后，它是会送你这个金券的、哦，还算是挺爽的啊、哦。至少有送金券，就是爽个 YY 啊，那可以说是 OK 的。来了，走起！那我还是蛮期待，就是他后面开的一些关卡啊，因为他后面开的关卡的话，如果也跟这个令人畏惧的这个幕府武士这个地方的话，不错哎，因为他最后一关卡的话，基本上他只会给那个，就是会给你这个金券啊，拿到金券的话，说真的就可以做很多的这个事情了哦，比如说。带你抽一些那个传说超级稀有猫猫的这个没有办法必中的这个卡池啊，你就可以先用我们这边这个金券来过干瘾，对不对？这个也是挺不赖的啊。那这一次基本上还有更新另外一个新东西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排行赛会场哦。排行赛会场我看一下，你们明天再打给大家看一下，明天看一下这个排行赛会场的这个环节。那到时候应该打完之后又要再问大家这个队伍了啦，因为我觉得这个。那个什么队伍的话呢，应该还是也要参考一下大家的这个配置，我可能才可以打到就是比较前面的。我觉得真的这个什么，就是猫咪排行赛是确实还蛮需要，就是去配套一些就是蛮厉害的这个组合的，而且也不是每一次都是配它同样的队伍就可以打出好成绩了。就是比如说像有时候它会有一些那个木桩啊比较长一点点啊，或是干嘛之类的。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都从我玩游戏就会知道了，我就是这个东西厉害，我就会一直使用它，我就一个很不太喜欢一直去改变的这个人，你知道吗？就不会去钻研更多这个更厉害的这个队伍，我就会用一猫他妈直接打到底这样子。这个就跟我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念旧的人啊，就是比如说一台电脑啊，它可能就是已经没有像现在的这个性能这么好了，然后隔壁有一台更好的电脑，我会基本上先把旧的这台电脑弄到它真的哪一天真的是不能用的时候，我才会就是那个什么，我才会就是把它就是淘汰掉，我大概是这种的，对啊，就是一个念旧之人，好不好？那说的就是婉转一点点，就是念旧之人啊，如果直白一点点的话，就是一个大懒人，好不好？没错，九是一个大懒人哦。领悟最强8道术的男人哦，这应该就是这关的这个可能比较难打的地方。哎，这里面还有这个寻路跟这个树懒哦，应该最后一关了是不是？8068，哟，对，最后一关了。所以这关卡说真的，对新手来说可能，我觉得是有点不友善。不过对我们老手来，不是中手来说啦，因为我也不算老手，老手可能真的还是要把那个就是能力啊，跟就是一些东西弄得更出神入化一点，这样才可以称自己为老手，好不好？ 但是对我们这种中手或是低手啊，就是刚出入，就是刚离开这个新手阶段来说的话，应该还算是行啊，好不好？不会就是完全没办法打的那种。哇，这一次的这个新的男角也是蛮帅，他是分身然后再开砍。我感觉他们的这个关卡都还算是就是让大家就是轻轻松松拿到，还没有看到就是像是那个母汤使徒啊，或是就是那个梅西耶的那种关卡，不知道神剑闯江湖会不会有这样的关卡。 等下等他后面开吧，是不是？对啊，因为梅西耶跟那个就是使徒的关卡是真的难到一个很可怕，然后需要就是一些那个就是破坏使徒的一些能力啊或什么东西才可以就是把他们就是扁掉哎，不然是感觉是扁不太掉的哦。哦，可以，那你打完了。 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啦，虽然我们这边的这个关卡啊是4星关卡，然后是没有送满这个一堆金券的，就是没有送满4星金券，但是你打赢这个关卡，基本上它还是会给你30个罐头了，好不好？这个30个猫罐头确实还是顶补的啊，还是蛮补的啦，好不好？这个有总比没有好啦，是不是？9543没问题，对吧？有总比没有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猫站有办活动啊，就还是都是给个赞，因为你只要就是从这边打一打呢，就会累积到不少的这个资源哦，是舒服的。专业打手斩左，所以他斩左是不是啊？他不是左支柱吗？对吧？我一直以为他叫左支柱哎，还是其实是我看一下，应该没有记错吧？对啊，应该是没有记错。对啊，香乐左支柱啊，所以斩左是他的那个吗？ 就是他拿这个斩马刀，所以他叫斩左嘛，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比较懂这个动画的，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动画的一些美好啊。因为这个动画离这边这个那个比较懂事的这个年代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是得补一下之类的。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来说，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啊，看东西越来越多之后，有一些就是以前的，比如说大家都很推的一些神作，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定下来把它全部看完。 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口味真的是会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成长，这也难怪就是观众会一批换一批啊，因为可能就是小时候喜欢就是看现在这个频道，然后长大之后觉得哎呦好像也没什么，我以前怎么小时候会一直想要看这样子？就我之前就会举例啊，就比如说像巧莲智一样，因为我以前是有叫那个什么巧莲智的，我们家是会叫那个巧莲智录音带的、哦。各位哦，哇靠，你们还知道录音带是什么东西吗？哈哈。 录音带哎，我的天呐、啊！对啊，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做录音带，然后录音带出完之后才是出 CD， 然后 CD 出完才是出 MP3， 你们知道吗？就是你 CD 的那个年代，你还有这个 CC 随身碟，然后出完之后才是 MP3， 然后以前基本上 CD 或怎么样都只能用10首歌，然后到最后烧录器可以烧100多首歌在一个 CD 里面，然后后来就变成就是200、300首歌装到那个 MP3 里面。 好不好？哇，其实说真的，这个时间也是变化的挺快的、啊，就哇，完全没想到现在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欸。说真的，好酷哦、喔！啊，我们又在乱聊一些东西了，因为现在来说，这个目前来说这个关卡感觉起来还没有到就是非常，我靠，等一下它有初级条件限制，还没有到就是非常困难啦。等到时候就是有那种类似那个梅西耶部分的这个东西出现的话，应该就会真的。 规律恐怖了，好不好？那这个第4星关卡的话，它是用这个就是那1X跟稀有猫猫才可以初级啊。我觉得用我们这个1X跟稀有猫猫应该就足够了，好不好？用这4只，因为这4只还是顶神的。哎、欸，之前不知道听谁讲，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4星关卡、啊，其实就是你可以使用1X跟稀有的这个角色，然后关卡等级的话，应该是跟那个1星关卡是一样的哦。不知道这个论点，不知道是不是有错的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哦，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讲的啦。所以那关卡的这个难易度的话，确实还是会有一点那个有点不太一样的哦，确实是有点这个小修正的这种感觉哦。 好，这个没有问题。逆刃刀与斩马刀，好，所以这边是这个左支柱跟这个剑心一起出击啊，好不好？没有问题，各位 ，nice。然后这边是这个玉庭翻中的这个头目哦，玉庭翻众头目，应该就是那个什么苍子哥吧，对不对？没错，就是他了，分身大哥哦，把他给打掉。他有点像是那个哎，就是那个快打旋风的那个，就是拿那个金刚爪的，好像就是什么巴洛克还是什么东西鬼的，夏洛克吗？还是什么？警视厅的这个密探就是那个斋啊，斋什么？斋崎腾嘛。 就是我们那个顺顺哥，好不好？那个日版有抽到的那些角色，他直接快速的朝我们就是那个前方前进，就跟那个什么真田幸村他们一样，哦，真田幸村传传波第一波那种感觉，就会直接起立，然后再直接冲过来，然后直接把你给打扁这样。警视厅的这个密探，他好像是那种图刺的这个专业户吧，哦，图刺级，没问题，8395，哦，看来就没了哦。 好，那今天主要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抽奖啊，这个有奖问答了，好不好？这个问卷调查要来填哦，填了之后才有52罐，记得一定要来喽。